知幻即理，离幻即觉。我用觉知来做我们修行的一个很清楚的方向。知幻即理，离幻即觉。所以他说呢，若一切菩萨及末法一切众生常因这样的一个知见，远离一切的幻化之境，哦，诸幻呢因皆离，一切的幻境幻化都离，哦，都能够远离，如目中生火，如两目相互为因，钻木取火，哦，目尽火灭故，哦，目尽火还灭，都是空，但是呢，整个的大地不动，觉性不动。哦，大地不动，觉性不动，所以他这里就非常清楚地了解，给了我们能够这样的修行理念，所以觉者无见智，哦，方便呢亦如是，方便就是一个方法，善巧的一个方法，能够借此因缘而修。从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都是给了我们一个解行的理论，很清楚。但是如何操作还没有很明确的说明，我们会在后面的普眼菩萨开始再来说明。这大概就是这一部经里面哈，这一部圆觉经的很核心的思想，从如幻三昧来作为一个菩萨的禅观。如幻三昧，如幻三昧怎么修呢？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好，我们这一堂课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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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沙弥，各位居士，还有我们啊灵长啊，还有我们延续法师，还有我们啊诸位长老法师，还有我们的啊灵长，还有我们会长，还有我们啊这个啊李文发居士啊，还有诸位居士哈、啊，大家晚上阿弥陀佛。啊，请放掌啊！现在呢，这很
这个很有因缘地啊，我们呢来到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讲堂哈，来为大家呢讲解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那个章啊是一个小章节。那么呢，就像延续法师刚刚说的一样，这个章节真的很重要啊。当然也感谢法师啊对我的这个谬赞啊，谢谢你为大家介绍。那今天呢，这个是我们来新加坡的第四个晚上啊。那以前有来过呢，是在下面大殿啊，为大家讲解净土法门。那现在呢，能够再接续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的大势菩萨念佛圆通章啊，我觉得蛮好的啊。那么在末法时代，有种种的法门呢，都在利益众生啊，包括其他非佛教的宗教也在利益众生。那么我们核心要询问的，那就是有没有一个法门让我们能够既安稳又妥当，然后呢又能够在当生呢真正用功，不会说不确定能够有效果，而能真正能够确定呢，不但是有效果，而且能够直了成佛啊，不是解脱而已，是直了成佛。那么这个就是净土法门。那净土法门当中呢，汉传佛教有名的所谓的净土五经，其中的那个五经当中的念佛圆通章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最精简的一部一部小小的这个楞严经中的一部小小的经典。那这个经典呢，指的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那么这是一个很饶富这个意义的一章。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极乐世界除了阿弥陀佛以外，那么就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势菩萨另外一个他的功德名称叫做无边光炽身。那观音菩萨在极乐世界的报身相呢，有另外一个功德名称呢叫做万亿紫金身。那万亿紫跟无边光炽这个是应着这个菩萨的这个果德之名而来。好，那今天我们就谈一下这个从破题开始谈了就是大势至菩萨这个念佛圆通它的原意是指世尊呢在楞严会上那么问诸位，开放给诸位菩萨说明呢为众生介绍他的修行成就的这个专一法门。那讲到专一法门呢，我就在应该是昨天昨天在我们的这个净宗学会呢讲法华精华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概念了，那就是次第还是不次第。我们知道藏传佛教也好，或者是现在的佛学院也好，或者乃至于一些有佛学类似课程的这种大学所开的课程也好，我们都会看到所谓的次第法次第法。那么次第法呢，在藏传佛教呢讲就是升起次第那么升起次第有升起嘛，有前然后有后，然后一路升起这样。那么呢，净土法门呢很特别，它是次第也不次第，可以次第也可以不次第，它几乎是一切法通收所以说古德呢会说到说净土法门呢是这个自圆自顿那么呢净中之净又净，净是指的短路了超短路是这样的。那么就成佛之秘境是捷径有这样讲法。那这个讲法呢，就是呼应到我刚刚说的，说在末法时代呢，众生修行，那么要问的已经不是我有没有修这样简单了在相对正法的时期，
佛陀在律上有这么讲到，说正法时期呢，众生大德一戒就能够得解脱，啊、哦，得解脱。不过还是讲解脱了，在声闻法当中的律，他讲的还是解脱啊、哦。那么他说了，在这个相法期啊，相法期的佛灭后，这个第500年过后了，因为有女众出家了。正法朝500年啊，那再接着500年呢，那么就是所谓的一定而解脱。那到了末法呢，开始了1万年呢，那就要依会解脱。啊，为什么要依会呢？因为末法五浊恶世，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那么特别是见浊，见之见，八圣道以什么？见思以悦，命行念定，以正见为根本。而且见解不开啊、哦，然后呢，所以说难有成就。思想是一切动作的导引，是这样。那么我们末法呢，首先要抓对正见，因为末法时期以邪思说法多如恒河沙，哇，是这样多如恒河沙。那我们怎么鉴别？因为靠的就是正见。那正见呢，有多多样样呢，每个人都说他有他正见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有一个检核的标准。什么标准？它让你能够既不离，我是指汉传佛教的大圣啊，既不离大圣，又能够躬行不缺，又能够让你呢安稳面对生死，然后呢，也不至于有太多修行条件的限制。哇，这几样就很复杂了啊、哦！你比如说。我们这里也有藏传佛教，那藏传佛教你得要么就是，当然有人看到喇嘛就身心愉悦，哦，这是他们过去的因缘了哈。我在台湾呢、啊、有那个居士啊，他只要看到喇嘛，哦，哪怕他只是林巴恰旁边的一位老侍者，他去跟喇嘛照相，他一定这样。然后跟汉传佛教的法师照相，还得挤一下，这样是汉传佛教的师父慈悲呢，还是汉传佛教的师父被看扁呢 ？Who knows？ 我也不知道。做一个出家人，其实并不那么 care， 个人的有没有在居士当中受尊重啦，怎么样子，并不 care。但是汉传佛教一直挨打，在某个意义上是这样。为什么？就是刚刚讲的次第。汉传佛教有相当多的方便，这些方便当然有属于佛法外的，不得已随方毗尼。我讲了这次我讲了随方，随方有三种方哈。这个我们延续法师在这里啊，这个让我怎么样呢？倍感兴奋这个真的他好学，他其实出家那么久了他好学。我刚刚还跟他聊起来，我说早年在仁德法师第一届九华山第一届佛学院，第一届哦，就是重新恢复的第一届，我就去九华山佛学院演讲，我还睡过那个路边的佛学院。他就知道，他说那个时候他当仁德法师的长老的那个侍者，我说哎，搞不好那个时候我看过他小沙弥的样子哦，现在已经是大德了啊，长老了，实在是很恭喜啊！这样子一位好的法师呢，能够在这里，实在是，他不是随便来的，他居然带着笔，还带着笔记本来，哇！是这样，很难得，很难得。他是在这里已经开了7届的佛学课程了，1届2年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多少是他的学生啊，追随者。这就是你们该学的，居于学位，就是说，不管这位法师怎么样，哎，我就是居于学位来学佛法，这是很。实在是被你们请那么久了啦，不然我也要请他去台湾。啊，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这是令人感觉这是难得，这位好法师啊，真的是。那我刚刚说了，
随方有三种方，都跟净土法门有关。一个方就是地方风俗谓之方，第二个方是思想概念谓之方，第三种是修行方法谓之方。一般律学律下的人呢，他知道的就是地方风俗谓之方，啊，其实不止，啊，世尊给予开予随方的话，还有很多密意也是随方，密意世尊的密意，净土法门就是密中之密，他没办法对一般的通途道的人讲说，所以你不会在一般的教法当中理解。哦，你比如南传就别提了，是吧？哦，哪怕是在北传跟藏传，也不一定这样提法。啊，我曾经在台湾的宜兰呢，参加一个天传净土法门，净土仪轨，他是白教的一对父子，啊，是真的就是仁巴甲。那么呢，我们也很有缘呐，啊。我出家是这样的，我就看到他的那个法本。那个法本呢，我们这样看了，大约就是早于这个藏传佛教在西藏出现之前的天台忏法的三分之二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它晚出哦，藏传佛教真正弘扬起来的时候呢，是在唐初前后。那智者大师是在唐之前的隋朝，是这样啊，哦。那么，但居然呢，汉传佛教里头，中国的第一部依教出禅的忏法，就是天台的母忏、根本忏、法华三昧忏的内容，跟藏传佛教后来它慢慢发展成为对于一个持诵祈求往生极乐的这样子一个仪轨啊，居然有三分之二是一样的，所以你就看出来它是通途道。藏传佛教在看净土法门的时候，其实是通途道，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它也有它特异方，它也有它的异方便道，什么道呢？波瓦法，迁释听过吗？哦，那好。迁释就是呢，透过一个修法之后啊，他将中脉打通，中脉打通之后呢，临终的时候呢，以他们的理解就是从中脉出去，是这样啊。不过事实上是这样的，从中脉出去就是因为你还迷，你才需要从中脉出去。天台告诉我们，或者说真究竟的佛教，他告诉我们了，有这么一句最有名的话。我在台湾的禅学院讲过，禅学院讲净土法门喽，哦，慧空长老的禅学院我讲过，讲什么呢？讲这个天台山高明寺，高明的钟，那个高明寺，那个幽溪传灯大师的净土生无生论里头有这么一句最有名的话：生则时真，往时未往。时生，生则时生，往时未往。看一下，往都不往了，哪来让你迁世啊 ？Hello。但是我去修了，我三天吉祥草插上去，没有倒汉传佛教比丘的架子，他们也很高兴。他是一对父子，是红教的传承，是一对父子，也是喇嘛，也是莲巴甲，是啊，很客气，很客气。那每到吃饭的时候，大家就稍尴尬，他们帮我准备素便当，然后他们在里头，还不习惯吃素。我说他们呢，父子啊，是这样。那很多居士，那个算不算佛教的居士，我也不知道。反正趁热度的，
是这样，他就跟那喇嘛们吃，就吃他那个习俗中的事。我没有带有轻视的意思了，我只是说文化就这样。OK， 所以看到了吗？连这样子的教法，已经发展到用牵示法，而且直接在物质当中，我是这样要剃头剃得很平很光，就是第三天的时候要剃到很干净，然后他会在这里天灵盖这边哈，这应该叫做叫什么这个什么涌泉穴这里哈，百会穴这里哈，然后呢出黄水，然后摸着摸着软软的，然后就插上去，真的是这样，不会痛。啊，也不会，那个谁啊，那个邱居士说被打了5针，老有点痴呆，这样也不会痴呆，就是这样子的，不会，完全 OK。然后接着还要再修一个长寿法，每年要修一次，怎么样？够复杂吧？我已经在讲了，是什么样子的方法？没有条件，没有限制，也没有那么多的所谓传承啊、复杂方法啦、啊、等等等等等等，让你保证当生净中净又净，是了往生。而且往生不是解脱哦，是去行菩萨道，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怎么样？悟无生，然后呢？对，连后面两句才是目的呀、啊，前面两句是什么？是手段呢、啊？了不了解？所以念佛人就不能这样啊、天底下是跟我无关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因为回路娑婆度有情本来就是你的目的呀、啊。那说没有啊，我还没回来啊，没还回来也要有那个味道好吗？不然人家都会说念佛人等死，了解意思吗？好，这第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是，你看人家修波瓦法的也没有这样说，说你们都等死，也没有这样讲啊，也没有说万般皆下品，唯有念佛高，然后呢回去之后呢什么东西都收光光啊，你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样很好，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这第一种。第二种，佛法还有好多没因缘，还有好多人没有因缘念佛的，对不对？对不对？请问还有年轻人根本呢，因为他家他阿嬷拿着念珠念佛念佛，然后唠唠叨叨唠唠叨叨，让他的孙子觉得念佛人好怪，念佛人怎么这么唠叨，他对于念佛人甚至于不怎么样，不太感觉满意，这个时候你又跟他说什么都不管，那只是念佛，那这样的话或许你个人还不错了，但是佛法会灭。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我们来看看是什么状况。净土法门确实是多元的，就算我刚刚稍有提醒说不要只是用等死的心态去念佛，但万一你真想等死也 OK 哦，了解吗？还怕你心不死，了解吧？有人已经就是说，当然不要讲有人啊，这样好像会对号入座，就是或许有些人他已经因为过去的因缘生病了，这样他呢他把求生极乐放一边了，到处祈求医药，对吧？那这样子就真的也不对。倒过来如果说医生就说了啊，那个某人呢，你可以回去了，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那你那个时候就不要再乱求医了。干嘛？阿弥陀佛，阿且之药，万病总治。你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什么？以等以必死之心，称念弥陀名号，那也不叫等死。那不叫等死，那叫什么？那叫做往前冲，冲破什么？无明、轮回、自我烦恼、恐惧、舍不得这五大项。我们对世间舍不得，我们对死亡恐惧，我们对众生相对自私，我们对我们自己相对放不下。再来第五，我们往往不想那么早死，这些通通要冲破。你是一人以万人战，
那个时候来念佛，那也不叫等死，那叫勇猛精进，以一句佛号为什么呢？为刀枪，为这个护身之铠，为照亮前程之明灯，向前，勇悍不惧。要这样，只有净土法门能让你这样。告诉我还有什么法门？没有。而这个我们往往会用到呢。刚刚我讲这个心情 ，Hello， 会不会用到？跟我摇头，你就要小心哦。大部分一定会用到，不是我们怕死，我们有准备。我们不需要怕死啊，怕也没用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而且准备的东西必须管用啊。那这是净土法。那刚刚把这几句话呢带一下，生则时生，往时未往，代表了一个什么概念？你要知道，传灯大师，我们讲说。我们就说舌灿莲花，我们讲说天玉天花，有没有？就是指他老人家，他在高明寺讲净土生无生论的时候呢，整个高明寺冬天的那个秋天还没到下雪的时候，天上下那个白花下来，芬陀利花下来，说天善天天人善天花赞叹他所说的甚深与实相相应的净土教法。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偶益大师时代的人。他是偶益大师的师叔、哦、他会常常称说师叔传灯，他会这样讲，所以是偶益大师时代，就距离现在200多年近300年这样的时间而已。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天台的精髓，就往生，不，就净土法门天台角度以实相，天台教法有人会说叫般若教法，般若有大圣的般若、声闻的般若、共般若、不共般若，哦，所以讲般若通途义啦。那个在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提到说实相法门，天台是实相法门。那么呢，我们要说明的说，生则时生，往时未往，在讲一件往生的事情呢，很重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神秘。不需要复杂的准备方法，像我要去参加那样子的一个破瓦法，你知道我参加的破瓦法很辛苦呢，在普里的深山去跟人家借那个人家收茶叶收回来需要那个大的仓库，然后仓库当中要杀青要晒茶，那样子的大仓库里头一无没有什么任何东西哦，连厕所都没有哦，然后我是开着一台车龄已经21年的，开到一半要把脚伸出来帮忙加力的那样子的包车，开到那个山顶上，然后也没得睡，睡在车上。上厕所是什么个厕所你知道吗？是用那个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塑胶棚，有没有搭棚子那塑胶棚，那个布塑胶布那种很厚的塑胶布、哦、那很厚塑胶布把它铺在沿山上，把它铺下去就一条这样，然后你的大便跟小便就咻溜下去，也不用擦，也不用水冲，是这样哦。我在那里待3天，他那个法门也快了，就3天。所以光这样，诸位啊，你能去那个地方吗？不容易啦、哦、不是说一定不可能啦、哦、法师们可能可以啦、哦、但是一般家有家眷的恐怕你不能啊。当然人家的出家人家的这个宗教师也确实不容易啦，因为从西藏印度然后来到这儿蛮湿气蛮重的齁、哦、那环境很刻苦这样。那我这样子睡吃便当睡车上这样做。要这样子也算是求法啦，
就是或者叫做什么呢？或者叫参学了，参学。我那个时代呢，台湾的密教法呢正在方兴未艾，啊，所以我为了要想要了解了，我去参访过好多。拿那个来对应生则时生，往时未往，好，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八个字，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到说，净土法门这么多元呢、啊，这么多元，好，我们说密教也有这么多元，但可以不必太复杂，这样理解意思吗？这因为这八个字是很重要的实相法门，好，简单解释一下。生就是生，说一定生在莲花化身，一定在极乐世界。但往实无一物可往，就听懂意思吗？肉体当然不往了啊！啊，对。那八世呢？嗯，八世呢？第八意识不是该往吗？你认真想，你就输了。实相法中不可得。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才敢讲往时未往，无有一法可往。能这样子，因此破瓦法你没修到，怎么样 ？OK 的，了吧？也不再在乎中脉开还是不开，心脉开比较重要，懂吗？这样了解了哈，就不用担心害怕有没有什么特别法门，我没修到，不用怕。就这个法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够你用了。先破除大家对于汉传佛教到底管不管用，人家有次第呢，人家那个法藏法师还插了吉祥草呢，那我都没插，那可不可以？放心，那个是我参学而已，咱们就念佛 OK 的，因为有这个理论。没有了，我刚刚讲升起次第，对不对？藏传佛教还有一个圆满次第，圆满次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藏传有些格西还不一定解释的 OK， 有时候我遇到一个格西，他们叫做博士啊，我就故意问他说：“哎，你们讲那个升起次第哈，大概是这样这样。”他说：“对啊，哦，那圆满次第又是什么呢？升起次第啊，来圆满次第。”他说：“啊，就这样这样这样。”我就说：“那既然你就讲次第了，干嘛圆满呢？啊，圆满就不次第才对。”哎，他突然间被我问傻了，当然。我没有用经典来跟他们做辩经啦，啊，大家是好朋友，我就这样聊了一下。其实是这样，他的圆满次第也是指的什么？有次第跟没次第都在圆满法中，是这样讲的。那换句话说，他们也会有所谓的类似像大圆满这样的概念、大手印这种观念呢，是非次第法，那也有。可是呢，净土法门那就不是那么。矮板那么的切割哦，就不是这样，诶，不是这样子，是什么？一，我刚刚说过了，他可以单独入实相，吓死人。他可以单独入实相，所以因此你要次第或不次第都可以。你称念佛名，你认为他是次第的或者是不次第的，理上有各种的角度去理解他，但是事相上。生则实生，往时未往。那个实生是事相上，我求往生；往时未往，那就是实相的作用。难懂了一点，难懂在后句了。第二句“往时未往”难懂在这一句，但是无所谓啊。切，生则实，我实生的最重要了。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往时未往无所谓，我已经具体的在莲花化身了。那就没问题了，所以净土法门叫做什么？叫做三根普被，九界通收，咸鱼之人皆得利益。理由就在这里：第一句生则实生，一切贩夫走卒只要想要求生极乐的，生则实生，一定有机会生，对吧？
后面哦更高超的往时未往啊，虽然我不知道 ，OK 啊，没问题啊，我已经能生了。后面那句深一点没关系，大智慧的人或者正得果位的人，他能理解。我是指菩萨果位，他能理解。所以为什么才会说文殊普贤观音四字，称念佛名导归极乐，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导归极乐，讲的就是在这里。所以你看两八个字涵盖凡夫修行的但知事项，不知实理也能得利益。那么呢，后四字代表着是啊，经论中大菩萨们导归极乐，示现不可思议的这个往生功德。所以这样讲起来，你就应该感受得到净土法门的殊胜跟殊特之处了。真的就是三根普被。好了，那三根普被之后呢，我们总要有经典的更深的支撑，或者更多的提醒，或者叫做更多的鼓励，以及更多的知见信心上面的增上深化。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在这里展现出无比的威力了。这样诸位这样了解哈，那所以我们就今天讲解这个课程呢，显然就非常有意义了。我这样了解吗？刚刚所有的是作为续分总说净土法门汉传，还特别讲哦，汉传净土法门教理行证的殊特处，汉传的教理行证，因为我说过藏传也有。乃至于呢，其他汉传里头的其他宗派，我自己是学天台，当然我会看到他的教理行政的殊特直接。我们知道哈，印光大师、偶益大师都是天台的人，他们虽然他们嘴里说，我不做天台子，我不做一宗一派天台子孙，但他们的教理到后来最纯熟的生命的时候，都用的是天台教理，是这样。天台教理大家共用的嘛，不过就是一个解大乘法的一种角度跟语言符号的逻辑，你记得，或者叫系统，那叫系统，解大乘法到究竟极致的一套符号逻思想逻辑，这样子，我们这样理解。我今天不谈天台宗的道理了，所以我就带过这样。所以说他们两位也是。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用我自己是学天台的人来提这样事情呢，从传灯大师天台人，偶益大师也是天台人，到印光大师呢号要用天台思想讲解，这三个人，那我自己学天台，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来看这样子的汉传佛教一个重要的修持方法。净土中的修持方法有非常之多、哦、非常之多。我所知道的，我刚刚说破瓦法，对不对啊？我又更早，刚刚稍早之前我讲到说，我在宜兰的时候呢，我是跟他们参学了一个叫做天传净土法门，天传就是天人传的，天人传，所以必须密授就是说天人传给这个传承，然后他们呢，就你来接受灌顶之后，我密授给你这样，哦啊也有法本，哦也有法本这样。那我说过，他跟天台的忏法修心的忏法三分之二，全部就等于天台忏法，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二的内容。而你知道天台忏法是修实相用的，那他没有在讲实相。藏传佛教在这仪轨当中是没有去特别提实相啦、拜佛当中做观想，他还倒是没有，但是有相当多的供养文跟赞叹文，是这样。那唱法也大概是这样，就是说。那是法门的七等同人，我是二菩萨，其中坐具顶礼佛足，而为佛言，我以往昔恨杀劫中，如化诸事无量光，十二如来相
起一切，最后和明月照日光复。他们这样唱，我都还记得，就这样唱吧。然后呢，声音就稍低沉啊，是这样啊。啊，很色心啊！那这个仪轨当中呢，有供养，有称赞，有祈祷，有甚至于说，到了极乐世界门口，要怎么样供养那个守门口的天人，连这个都带到了，你懂吗？那其实就跟我们讲拜天公那种概念是有点接近的。你看，他对天人也很尊重，你懂吗？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里头的大官是 OK 的，不要得罪看门的小官、小卒，你懂吗？连这个都有哎、欸，很有意思吧？那因为他天传呢、啊，他天传，他不是极乐世界传，是天传。OK， 是这样啊，这样好。那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光藏传佛教也有多元。好，那再讲日本。日本就是本愿法门呐、啊，本愿法门其实我是一直对他有意见的哈、哦，意见对不起，不是对法有意见，说对他们在弘扬的时候的态度，还有太极端，然后没有谈到成佛原理这件事情是有，或者没有谈到实相理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所以因为这样理之不足啊，这毕竟是日本人解读中文呐、啊，我是个人感觉说还有不足，所以呢。后来连台湾部分学这种日本的这种本愿法门呢、哦、他还跟汉传佛教稍有格格不入。这些我们都看到啊，大陆也有，大陆有好几位啊、哦、大陆也好几位啊、哦、对啊、哦、那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些呢，但无论如何啦，他们也是在弘扬净土法门啊，就你会看到很多元，对吧，是吧，日本韩国我有个学生朱家比丘，他自己接了一个1000多年的古寺，然后他特爱念佛，然后到了韩国都是禅宗道长，你懂吗？然后他呢又特爱念佛，到处被亲视。那他跟我讲，他中文讲得很不错啊、哦，是这样啊、哦，他就是这样。我还去过他道场看啊 ，YouTube 上面啊，不，那个面子书当中还有我当时在那照相的相片啊、哦，比现在年轻多了。是这样，那也在那边。那他呢，也有他们的教法，但接近汉传，带一点禅宗的味道，比较强调修禅，止心定了再来念佛。你看多样啊！好，我讲了这些之后，我们收回来来看看，都别提了。咱们来看看呢，西方极乐世界三大寺，阿弥陀佛、观音世智的世智菩萨，他自己怎么说啊、哦？这样动机就很清楚了，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就太明白了哦。我已经先跟你讲说，有这么多这么多哦，那这么多，我们还不如谈一谈极乐世界的第二把手大势至菩萨，他老人家怎么说？那不就对应起来了，这样了解吗？他的说法用天台来解也特别好解啊、哦，是这样啊。好，这是第二大段，第一段我泛说净土法门的殊胜，特意方便。第二段说到净土法门的多元，那到底我们凭什么来依止念佛圆通章？是因为他就是我们极乐世界的弥陀佛的胁侍。再来，他的教法也被人间的释迦佛所认可，因为他就在楞严会上说：“佛问圆通，我无他法。哦”这个什么呢？他最后总结了啊、他最后总结：“佛问我圆通，我无选择。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我来讲，那是我的第一。我。”什么法门？当然了，就像我们一样了，我们累劫可能有碰一下那个法门，修一下那个法门，对吧？是不是这样？但是思维第一，也就是说，我就是依靠它，最主要依靠它。记得哈、哦，思维第一很有得讲。我从倒过来讲，哎，什么叫思维第一？不是说这样，不是说哎，我这个最好叫思维第一，不是哦。他们每一位菩萨都说思维第一啊，不是哦。是什么意思？是指我的不是生死，我的成佛
我对于大圣的误入，我对于发菩提心所要相应利益众生的功德等等所依止的修行方法，这个为第一，懂吗？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是第一的？赚钱也算第一啊，然后家里谁谁谁，小孩子也第一，对不对？他的功课也第一，第一是第一重要。我们好多第一，贝多利芬忙得要命，这就是世俗人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些出家也很忙啊，不过他发菩提心呢，另当别论。他不是，他说我只为利益众生，我上求下化，圆满菩提道的最第一方法。可见有讲第一，他当然也有摄受且其他法门，但是这个为第一，了吧？最后这个句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你我现在就要开始怎么样找寻咱们自己的第一了，所依之处。哪一天我怎么临终了，阎罗王已经寄什么呢？寄那个限时挂号给你了，怎么样？限你什么时候来这里报道？这个时候急上眉梢，你拿什么第一去跟他对应？告诉阎王老爷，对不起啊，您那儿很好，但我就不去了啊，这是我的 license 啊，我应该到极乐世界去。你拿哪一个做你的第一证明？第一方法是这句话，标示出来圆通章要我们学什么？学我们的第一。我们的生命最重要、最重要依止的法门 ，OK， 了解吧？了解吧？我们当然有很多法门了、啊，比如说包括穿衣服，我们也得要注意啊。照顾疾病也要注意啊。好、哦、哈，我们如果是在家人，那我们有我们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那也要照顾啊。那这些都不算第一，都是什么？带过就好。也要很努力，但是带过就好，啊、哦，那出家人也是，啊、哦，刚刚法师有提到，我也做一些护教的事情，我在推动宗教基本法制定嘛，那这个事情是大事哦。我有一位法师跟我怎么说，他说：“哎呀，和尚啊，你这事情太大了，我看我跟你告假。”这个这个搞起来没完没了啊，这个我命修掉了都不行了。这不过和尚你得慢慢弄啊，不要太早，因为这样你可以认识很多人。我说你怎么那么坏心，但是就是这样嘛啊，那这就我的责任，我在这个时代的责任。那不是我的第一，那是我在应众生机的时候呢，我看到可以做的，就像要穿一件衣服一样而已。衣服当然要穿啊，念佛人不会不傻念到不会穿衣服嘛，是不是这样的、啊、衣服也要穿啊，病也要医啊，我是说感冒小病当然也要医啊，但是思维第一。如果真的要选择，如果你什么都来不及了，如果呢现在就得要临命终了，那这些都假的。思维第一，什么思维第一？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这八个字，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思维第一，得三摩地是结果，因上是这个思维第一啊。他凭什么都摄六根？当然了、啊，其他菩萨也会都摄六根啊，只要是修行到果地上的菩萨，他当然都都摄六根了、啊。他的都摄六根是另外的方法，比如说有人用耳，有人用眼根，有人用身根。有人甚至用舌根、鼻根都有啊、哦。这个五十三圆通的话，里头各个圆通都有，对吧？他用什么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
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梁皇宝忏与高僧行仪导读课程开课喽！从宝智公禅师到弥勒佛的龙华三会，精彩典故每周一则。梁皇宝忏素有忏中之王的美称，也是佛教中最重要的忏仪。主讲者慧静老师，4月9日到6月15日，每周二下午14点到16点，地点。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四月份课程第一周，4月9日星期二，梁武帝与宝智公禅师；第二周，4月16日星期二，宝智公禅师与梁皇忏；第三周，4月23日星期二，梁武帝问因果；第四周，4月30日星期二。达摩大师与梁武帝。五月份课程第五周，5月7日星期二，弥勒菩萨的化身布袋和尚。第六周，5月14日星期二，不食肉，弥勒菩萨的前世今生。第七周，5月21日星期二，弥勒菩萨上身兜率天人因缘。第八周，5月28日星期二，兜率下身龙华三会的弥勒佛。六月份课程第九周，6月4日星期二，极乐净土与兜率净土。第十周，6月11日星期二，法藏比丘与极乐净土。十一周，6月18日星期二，极乐净土的九品莲池。十二周，6月25日星期二，去极乐世界做什么？敬邀大德一起加入学习行列，知解法义，实践佛陀教法，提升自我，利乐有情。新逢端午佳节，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启建消灾超荐祈安法会，恭送大佛顶首楞严经，恭请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6月8日星期六至6月9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法会现场备有吉祥素众甜品与大众结缘，敬邀菩萨参与欣喜，同沾法义，共沐佛恩。佛陀时代，有位婆罗门国王名叫多卫血，平日信奉96种外道。一天，国王忽蒙善心，欲行大布施，于是依照婆罗门教的规定，将其积聚如山的奇珍异宝布施给需要帮助的人。若有人来求助，便请他自取一撮珍宝而去。奇怪的是，国王如此布施了数日，珍宝一点儿都没有减少。佛陀知道国王宿世积福，度化因缘成熟，于是变化成外道修行者前往该国。国王知道有行者远来，便出来接见，寒暄作礼后，国王问：你来此地有何请求吗？可以直说，不用客气。
行者回答：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想跟国王化缘珍宝，建造屋宅。国王听了，告诉行者：没问题，你就自取一撮珍宝吧。行者取了一撮珍宝，走了七步，又将珠宝放回原处。国王疑惑地问他：诶，你为何要放回去呢？行者回答：这撮珍宝变卖后，只够我建盖房舍而已啊，日后要再娶妻就不够用了，所以不如不娶。国王一听说：这还不简单，那你就取三撮珍宝吧。于是行者取了三撮珍宝，走了七步后，还是回头将珠宝放回原处。国王又问他：诶，怪了，你为什么又不要了呢？行者回答：这三撮珍宝只够我娶妻，没有剩余的钱可以购买田地、奴婢、牛马，既然无法满足我的欲望，还不如放下。于是国王又应允他取七撮珍宝，行者走了七步，还是又退还回去。国王再度询问原因，行者回答：我娶妻后还会生儿育女啊，子女从出生到嫁娶，一切所需难可计量啊，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了吧。国王听了，大方地说：不要担心，我将所有的珍宝都布施给你，你就不需再为将来烦忧了。行者原本已要接受国王的供养，但想了想，还是拒绝国王的好意，准备告辞。国王疑惑地问：哎，你为何还是不接受我的供养呢？行者说：本来我是想要祈取珍宝，好令生活充裕无缺啊。但我深入思维，却发现人生苦短，万物无常，若是追逐财物，贪求五欲，忘记未来，只是徒增忧苦，一日只比一日更加烦恼而已，还不如放下这些贪欲，精进修行，勤求佛道，所以我决定再也不需要任何珍宝了。国王听了行者的话，心开意解，也愿意皈依佛教。于是佛陀恢复本貌，腾身虚空，现光明身相，为国王说了一首偈语：虽得积珍宝，从高至于天，如是满世间，不如见道基。不善相如善，爱如似不爱，以苦为乐相，狂夫为所厌。国王与大臣见到佛陀如此端严的光明瑞相，又听闻佛陀微妙的开示，法喜非常，纷纷求受五戒，当下即证须陀洹果。典故摘自《法句譬喻经》卷三。八大人觉经云：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安贫守道，为慧事业。行者当了达世间无常，四大苦空，五因无我，假合之身终归变灭。若执妄以为实有，究竟不得自在。唯有少欲知足，是得自信珍宝，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